现在轮到克兰德，今天呢扛起第四棒的一个任务，跑者还是在二三垒。不过像刚才无人出局一二垒有人的时候，最后是一个假短打真盗垒，这个暗号是真的很大胆。没错，这一球打成了一个飞球，右外野手，这个距离绝对是够的。二三垒上跑者呢都开始往前做推进。不过这个半局对崇越来讲，如果说只掉一分甚至掉两分能结束，都还不算太严重。对，因为比赛才刚开始。